上管全哥，那老婆你介绍一下自己呗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秀秀。今天呢是星期天，孩子们的作业都完成了，在家里也没啥事儿，给大家跳一段舞，好不好，宝贝们？好啊。跳什么舞啊？跳什么舞啊？跳又见山里红，好吧？喜欢我们一家的，给我们点个红心，点个关注。来，跟叔叔阿姨说再见，好不好？再见，再见。